陈立农。哎，陈立农干啥呢？哎，我在楼上喊半天，你没听见是吧？没听见。我要洗狗了。哦，洗狗，洗狗。八点了。王彦霖大哥下来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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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来啥？王彦霖大哥下来洗狗。你说洗狗是啥？什么狗？王彦霖大哥下来洗狗。洗狗？洗什么狗？王彦霖大哥下来洗小孩。洗小孩啊？那不是你的狗吗？王彦霖大哥下来洗小孩。狗。王彦霖大哥下来洗小孩。王彦霖大哥下来洗小孩。出来，你这样逃避也不是问题。我没逃避，你的狗应该你自己洗。你不是说狗被你抱走了吗？你养了吗？行，不洗就算了。周杰琼，干嘛？上来。等会儿你等我衣服叠叠好，马上就好。直接进门，把喇叭给我。周杰琼女士上来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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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哥。周杰琼女士上来洗狗。我拿个浴套，拿个浴套。来了来了。周杰琼女士上来洗狗。来了。周杰琼女士上来洗狗。周杰琼。好好用啊！对，我刚才叫王彦霖大哥下来洗狗，他说你的狗不管。他没有来吗？没来。哎，你用你生平最甜美的嗓音录一个，我放他门口去。啊。王彦霖大哥上来洗狗。下来。王彦霖大哥，请你上来洗狗。下来。下来啊。下来。啊，对。王彦霖大哥，请你下来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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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彦霖大哥，我快被他弄疯了。大哥大姐，别让我洗狗。各位大哥大姐，不吵你，别让我洗狗。吴先旭啊，你一个人折磨一屋人，真的。哎呀，你饶了大哥。大哥，你去弄吧，我自己弄就行了，拜拜。